久不见哈。哦，对啊，美女你好。哎，对啊，安排到你有休假日的时候才会来参加。哦，对、啊。对不对哈？所以我们这个几乎差不多要三四个月才会碰到有一次休假，哦、对不对？尽量安排哈。哦，好啊。OK， 谢谢。如果好朋友，我们下一场的我们下一场的节目是11月22号，11月22号。如果说要赶快报名的好朋友哈，哎，运主的电话0916661668。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贴心的导播，赶快把我的电话打上去了哈。